做的真的跟我的尴尬程度不相当。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大。嗯，你知道世界上谁最善变吗？不知道啊。你看我知不知道？有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？你觉得什么是不好看的古风剧？可以举一个例子吗？我那是我的问题了。我没想到你在这个环节会被骗，是假的，因为我给的反应是很真实。他连瞳孔都没放大一点点。我的愿望很简单的，就希望赵慈可以给我一个surprise， 哪怕是延迟三分钟，我也不介意。